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明天再来找你。好，拜拜啦，拜拜啦。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万径西游。阿姨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明天再来找小新玩。要不你就住下来吧，太黑了，你个女孩子不安全。不用了，不然我妈会担心的。哎，这孩子，没想到聊会天就已经这么晚了，要赶紧回家了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这孩子又上哪玩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还有谁让你穿蓝色的？你要穿绿色，青春洋溢的。你赶紧回房间吧。妈，可你不知道，我从小就喜欢蓝色。你这孩子还会跟我顶嘴了是吧？我不明白，我想穿自己喜欢的衣服有什么错？难道非得是绿色，青春洋溢的吗？不能是蓝色，开朗活泼的吗？为什么我妈一直都在骂我？算了，天色不早，得赶紧睡觉了。洗完澡感觉心里舒服多了，睡觉吧，都困了。你个死孩子，快起床。妈，有事吗？你先别跟我说话，脏死了，快去洗澡。可我昨天刚洗过啊。我洗完了，妈到底要说什么？你先去换一身绿色的衣服再跟我说话。可我不喜欢绿色啊，让你穿你就穿啊，我能害你吗？穿好了，这才是我的好闺蜜吗？你先收拾一下，我在楼下等你吃饭。哦，好。我也没什么可收拾的，下楼吃饭吧。妈，我已经按你的要求做好了，所以到底有什么事？妈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其实没事，就是打断，没事，你让我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满足你。妈，你真是。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要到手机了，让我看看新手机咋样。什么电视器？妈，我以为你变了，结果你永远不会变。你不到肿瘤坏分子指数11%吧？称呼，既然你不让我玩，那你就永远失去你的女儿吧。别跳了，诺诺，现在你还在装你的好母亲形象。行啊，那你就装一辈子吧，反正如果让别人知道你一个好母亲逼死了一个孩子，看你以后还能不能装得下去。